是什么？马铃薯。其实马铃薯哦，你在欧洲啊，他们都说它是大地的苹果，苹果是很好的哦。来形容这个马铃薯是非常赞，它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钾，它。其实讲起来啦吼，伊虽然是淀粉的，不过那迄个热量，迄个热量讲起来比饭较低，啊，所以真侪人吼，有人食物件拢用马铃薯来取代，就好像我正餐有时候我无食白饭，我食马铃薯，它有饱足感，其实也 OK。但是有一点就是讲，马铃薯你买回来，你唔好买伤侪，你若无用，它就是伊会发芽，然后长那个芽的时候，伊讲迄个袂使用啊。发芽就不能用了，所以呢，你不要想说啊，怕是把牙切掉，然后就这样。但是我们今天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我看看呢，听讲伊真的发芽，他也照吃哦。但今天是不是要做跟这马铃薯有关系？那我要检查一下他是不是带个发芽过来？那可千万不行哦！到底是谁的？可是歌又唱得这么好，到底是哪一位会吃那发芽的马铃薯？欢迎李翊君。你真的假的？你没有讲之前呢，我一直都不知道马铃薯啊发芽啊特别在讲啊。你知道，就像这个美凤姐讲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一买会买太多吗？啊，买太多就坑一下就别给。对呀。啊，熊熊啊，那狂丢啊，熊起来说，哎，这里还有马铃薯，就把它拿起来啊，看到发芽就想说抠掉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经验。现在我知道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有时候你要是说，这类番薯啦，哈，也是啊，但是尽量是新鲜的时候吃啦。对。那番薯有时候让它发芽，变成一个盆栽，哦，就那造型好看就好了啦。哦，可以变盆栽。也可以，你放一点水，很好养。然后马铃薯那个什么就放着，它就自己发芽，就绿色的那个也蛮漂亮的。好，但我觉得马铃薯是很棒的东西，小朋友很喜欢。哎，那这个标准的这个。妈妈，对，就像这个美凤姐讲一样，像我去年去欧洲啊，我们走遍欧洲啊，你要吃到白饭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几乎所有的主食旁边都一定有马铃薯。是哈，对，他们就是把马铃薯当成你一天的这个饱足感最重要的一个食物，正餐一样。对，好的。啊，今天你就要用，你去欧洲铁头寻，看到人家大地苹果马铃薯来做这道料理，叫做这个叫做法式黄金鸡。法式黄金鸡的食材有小鸡腿六只，马铃薯一颗，红萝卜一根，洋葱一颗，红喜菇一份，绿花椰一小颗，姜适量，白酒150cc， 月桂叶三片。OK， 那首先呢，最重要就是这个啊，我们先把这个锅子小火，小火。那我们要用的食材呢，因为我觉得鸡腿肉呢，小朋友在吃起来口感上会最好。好，那你鸡腿基本上你是用那个黑胡椒，用米啊，用酒哦，跟胡椒跟一点点盐，就这样子，就这样去腌，大概腌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呢，锅子稍微热之后呢，先来煎鸡腿，不用。放油，一点点油就好，一点点油，好，那我就给一点点油，这个这个嘛，嘿嘿，好，对，不用直接这样就可以，直接这样，好高级哦，对，方便，这样方便。一点点就好，因为鸡肉呢，它有鸡皮，所以鸡皮会出油，而且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放奶油，哦，对，这样才有那种外国料理的感觉。哎，对，那个奶油也就是外国料理就必备的。哈，对，就是橄榄油啦，奶油。所以呢，可以先煎鸡腿，然后等一下再来处理蔬菜。好，对，现在好的锅子好像不用很多油。哎，对。好，那我们就把鸡皮那一面先朝对这一面去。好，那我们就小火，小一点火，对，让它慢慢的煎。谢谢啊，季。啊，你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切马铃薯。好，是用这个刀可以哈？可以。那这个是稍微煎给它恰恰就可以了吗？对。因为这个等一下还要再炖，还要再炖，再小一点点，对，再让它煎。那你们两夫妻啊，就也跑了很多地方，都去打球吗？现在我老公打得多，我打得少。现在，那他现在还是一样打得多，打得多，还是喜欢打球，很好啊。我觉得简哥很棒，就是他。
他吃得很养生，然后呢也持之以恒的在运动，这个不容易。对对对，然后也差不多了，那这样差不多。好，因为待会还要焖嘛。对，待会还要焖。所以另外一边就拿起来哈。对，可以先拿起来。这个锅子是因为太棒了，你看它都没什么油。好的，然后再来就不用洗锅子。那我就给一点点油。对，我们一点点就好。好。然后呢，我们也加一点点，其实可以直接用奶油。好，奶油对。好，然后再来可以一下。洋葱。先让洋葱来炒香。好，我现在炒洋葱，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切洋葱的时候，我真的学人家来带那个挖机，要不然他真的是真的会喷嘞，很 man。对呀，那人家后来你后来一下还会这样吗？我后来我就是每一次切的时候，我就是远离他。有什么方法吗？他是说如果。它是放在冰水里头哦，然后你拿起来切，它就比较不容易哦。是哦，对对对。然后可以来一点点水，因为怕它会太干。对对。简产也很会做料理，我一直都记得他来有约做过面疙瘩，他很喜欢做。我记得我跟他刚认识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我为了要表现好像自己很贤妻良母，然后呢我就想说煎个蛋吧，煮了泡面想说煎个蛋吧，然后我记得我就在厨房拿了一个蛋跟一瓶油，说简哥你觉得要煎蛋要先放油还是先放蛋？我敢你来点后啊。对，他说我看你还是出来好了。哇，这样也很不错啊。对啊，不要太摇啊，都有人做扁扁啊。对，但是当妈妈就不一样，你会很希望小孩子吃得很健康啊，很营养，所以有的时候包括连洗菜啊我都是自己来，就希望说他能够吃得很健康，因为我女儿现在一天只在家吃一顿饭，就只有晚餐嘛，中餐下课回来了，对对对，那中餐呢有的时候在学校可能也学校的菜不是很合她的胃口，所以不一定她喜欢。然后呢我们放一些菇是很棒的东西，放一些菇下去，好，然后差不多拌炒一下。好，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煎的鸡肉放下来，然后最重要的是白酒。好，这白酒呢可以让这些料理呢可以提出很多的香味哦，马克思瓦够料理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煮菜有米酒的感觉，白酒是不可少的。那下次我们就可以家庭主妇可以换一下白酒，对呀，计划嘛。你知道我这一次从美国回来呀，就是我家因为没有白酒，所以我就找了白色的高粱酒，好加很多呢，但还不错哎，那香气也很赞，还不错，对对对，也很赞。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水，因为我要让它焖熟，对，让它焖一下下。好，你看糯的嘞，好入味，对，要让它入味。好，先把这个只有汤。啊，然后这个是什么？哦，这个叫做月桂叶，我们要放大概这个到等一下最好，好，放个两片，放个大概三片，这样可以的。对对对对，好的 ，OK。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唱歌。我印象里头，你的国语专辑都卖得非常的好，但是我有一个印象，你唱那个。布袋戏，另外你来唱这个足迄道迄个苦海女性哟，有够赞的。那个愧靠，你怎么可以有那种愧靠呢？谢谢大家，无气象，哇，无简单呢，真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听这一首吗？苦海女性哟，哈，当然呢，哇，老师给我一个扣，哇。在厨房唱苦海女性哟，开心啦。无情的太阳，苦恨的山河。
谢谢，哇塞，谢谢，很强哎，你的那个一句当中就几个那个灯音嘛呢，这首歌我觉得闽南语好难唱。哇，你可以靠唱了就好了。恭喜仔，我刚刚第一歌是仔我够拍唱哎。那国语歌呢，它讲求的是气氛，但是台语歌讲求的是技术。对，台语歌我觉得它一定要有基本很好的技术，你才有办法诠释。哇，所以我觉得台语歌真的是算是就是说练要练就好的那个歌唱技巧的一个很好的一种语言。那你唱歌的这个闽南语这个唱歌的方式，你会唱？如果唱那个日本的 Genga 的歌，你也会很赞。那个灯音灯啊，就碎了。哦，对，差不多的意思。啊，起码也当坑花椰菜。好，那我们就让它再收汁收，对，收一些，对不对？对，就花椰菜，它可以增加你的维他命，然后也有营养，有红红的、绿绿的，小朋友看得很喜欢。对，好，那这个时候可以准备来调味，这个是盐。好。其实正常来讲，应该要再多一点点奶油。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香料，譬如说像什么罗勒啦，啊，算是意大利的那种对迷迭香啦，哦，可以加一点在这个菜里面，对，就等于提升它的香气这样子。啊，这里好哩，这里我听，这里好，这当的呢 ，OK， 哦，这当的，我两只手，可以，然后你来。没关系，好，放不下这样。好，先这样。好，小心烫。好，好的，好的。阿丹就准备来上菜喽。你总是在我沮丧时候，用温柔抚平我伤口。牵你的手，我的心被你暖了好久，感情就像一个沙漏，一点一滴在你我心头。我想我已经足够忘掉那些忧伤，不用再掩饰慌张，在失败中体会成长，有你就有希望。哇塞，还有做好事没有？互相，我觉得互相对，因为其实你也很棒。我在认识他之前也是，就是对于什么都不会，对家事都不会，但我觉得他也他照顾很包容我啊，然后慢慢给我时间，慢慢学，他够爱你，对，珍惜啊，自己试试看。好，来，那我们就好，自己来。我也是喜欢吃花椰菜，然后来一个马铃薯，一定要的。好，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配饭就很棒。嗯，有那个角瓜够料理的 feel 哦，有哈，但没有很咸，不会，因为我们家吃的很淡，那我都希望说能够尽量让给小孩子不要吃那么重口味，因为高盐高脂，所以我都把那个油啦盐啦的量减低。那如果观众朋友，如果你们稍微重口味的话，可以多一点点。加奶油的香气就不一样。对，在现场吗？我也看到，哇！宋美凤，你写太高清了。没有了，大概无去嫌。哎，这一张哦，我这样看起来。哎，他有点像那个谁哎，优雅，优雅，有一优雅
保持得非常好，它很会保养。这张有一点点呢，好。其实啊，李翊君唱红的歌太多了，而且每一首歌都是超级逗的，《风中的承诺》、评剧啊，然后还有，那个连续剧的那个什么，那个雪珂啊、婉君啊，然后还有《还珠格格》的雨蝶。好强啊！你真的很会唱。没有，我觉得我的运气也很好。你有实力啊，唱到好的歌。你如果有实力，运气来，随时就是你的咯。对。好，我们来看这个一个过程哈。一组一组跟那时阵阿嘎这里去军校的那个军剧啊，什么去学，然后一路过来，这个这是差不多。大概两岁。好可爱哟！你们佳琪很爱你耶，把你绑得这么可爱。对我妈妈小的时候，这个衣服还是我妈妈做的。就是我妈小的时候，都帮我们做衣服，然后帮我们打扮。哎，以前的妈妈会这样。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会勾毛线，打毛线衣，弄帽子给我们戴。对对对，我家里也要哈。然后，因为我们家四个女儿嘛，所以老大穿完可以一直往下穿。对，聪明。这件也是我妈妈做的。这个是幼稚园毕业，你已经在表演吗？对对对，就好爱表演。哇塞，做给啊，做给你呢。好，再来。这个是小学五年级，那好可爱哦。哇，对。是，你看啊，那做 Q 弹的哈，比较肉哈。对啊，对你现在就脸就小小的，哇，厉害耶！对，这个就是已经进剧校了，然后开始就是学一些基本功，什么劈腿拉筋啊。对呀，你看侯玉金他也是学舞蹈的，他也可以这样子，你们都要必然的，必然一定要的。然后就是为了要这样子，那个过程就是每天哭，因为你拉筋很痛，拉筋很痛，对，就是。就是每天想家，每天哭，这个学习，因为我们还要住校哦，就一起管理。对，一起管理。这个是第一张专辑《评剧》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这样的造型。对，可是好多人笑我，为什么？因为这个，你知道那个这个蓬蓬袖啊，大概差不多有这么大，流行就是现在流行的东西，大垫肩嘛，对不对？对，浓眉啊，这一定必备的。浓眉。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代表人，那个。叶爱玲也是，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大垫肩，大垫肩，而且也是浓眉，再加一个半瓶山，对对对，这样，哇塞，厉害啊，那也就是漂亮，在那个时候，这个是演国剧，对，这是毕业公演，因为我们毕业都要每一个人都要演出戏，毕业公演。好有味道。其实我觉得你来唱，你来跳一些动感，你也可以，因为你的裤子也很好。动感啊，动感你应该可以。我蛮想的，电音的，对不对？你真的下次来一个姐姐，姐姐，姐姐，哇酷！这个就是差不多《风中的承诺》左右的时间。这一张有一点像《空海流行流》，《空海流行流》就是有一点像阿芳哎，哦，感觉那时候的短发，然后浓眉，好像无辜的眼神，每个人好像都是这样子的照片。啊，差不多是还是浓眉这样子哦。好，这是全家福。对，这个是大概差不多五六年前吧。啊，是小朋友长那么大了。对，那个时候还好小。看你那时候那么小，那现在这个。对啊，现在很大只，现在比我还高哎。哇塞，那脸型很漂亮，脸型很漂亮。好，好看这个过程啊。对，你看。这就是说，现在啊，结婚啊，小孩这样子大了，其实又可以来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我觉得要投资自己的时间，我常常会投资自己的时间，就是可能本来可以睡八个钟头，我可能只睡六个钟头，但是呢，多两个钟头就是可以去处理更多小朋友的事情，然后自己心会觉得比较安一点，又开心。要不然真的就是放不下，放不下，真的放不下。就是 OK， 现在呢就很开心，可以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间又可以自己分配，对对不对？都开心了，而且你的情歌啊一直传唱到现在，而且情歌也可以帮很多人疗伤，很多人说啊，我听了继续过爱情，我等你释然了。安暖暖，我
或者说我听这首歌时我等候的啊，什么都 OK。每一段这次的专辑是很温暖的情歌，大家听到这个歌，可能你会收起你的眼泪，会觉得说是比较正向的。嗯，希望大家会喜欢。有时候人刚过卖压抑，你来咧靠靠啊，靠靠啊，然后就给自己一个鼓励，然后一个 OK， 一个又新的感觉。这个歌呢，就是你有参与的就搞情怀，一些歌吼，哎又。给了一些不一样的旋律，然后来诠释，非常好。今天非常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美食，谢谢，又带来好听的歌，谢谢。好，祝你一切更顺利，开心，凤姐，幸福，谢谢。